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九拜五下晡五点到四点。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星空变大声，人在思念，今生的爱情也会无人听。阿边英雄，阿边着行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，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，咱现场电话台北控制二九七七七一三八，现场电话台北控制二九七七七一三八。那么，咱这个电话依然是我董树林啊，要来定向的电话台北控制二九七七七一三八。来，阿宏继续报新闻，分析新闻，陪伴新闻啊。这个国民党伊咧讲吼。伊讲蔡英文足会算安尼啊，傲慢、固执、回应超低普个，啊！这蔡英文伊哪敢回应？对毋对啦？伊若愈回应是愈多啊，因为国民党呢对官方。甲查起来，结果蔡英文在即个内湖啊，对不对？买有十几笔的即个土地，当然都听我甲算的啊。伊买偌济，迄拢有记录啊。那么一捆啊，十几笔的即个土地全部拢阁卖掉。迄嘛拢有记录啊，迄也袂走袂闪的啊，对毋对啦？迄买政府拢有登记的啊，啥物人买，啥物人买偌济，对毋对？那么拢有记录的，
虽然讲有诶一寡会倒迄个啥物啊，会漏税啦。比如讲啊，我倒一平诶时阵买20万，啊卖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我咧倒安尼啦，咱讲15万就好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当然啦，若安尼先税金，因为迄个征达税，征达税就扣较少啊。所以蔡英文伊哪敢回应？那么伊若回应的，拢是别项代志的。所以讲啊讲，我就去想到这个苏先生。苏先生，伊讲的这个问题，啊，我甲回应，而且我甲分析，结果。伊拢无啦，伊个回应是啥？骂，啊无就是甲你骂别项安尼就对了。安怎讲？伊都无迄个算讲根据，通好甲你回应啊。啊，所以我定定咧讲吼，即马社会即帮人足多，有够多啦，包括蔡英文，你做你甲看。咱稍等下吼，另外下一个节目，咱会阁介绍，大家吼，网友吼，注意甲我想看安尼啦，看我咧分析个，我咧批判是毋是有理啊无理？我今日阿芳啊批判无理个，你嘛听好，敲咱台北电话0229777138，台北电话0229777138，做你甲。卡过来，做你甲落过来，咱无讲落啦吼。嘿，因为阿洪高雄住十几年，高雄住13年外吼。来，咱来看看这个内容。这是中央社记者，这个姓刘，这个小姐啦吼。那么14日，也就是昨，吼，电。那么这么方便啊！记者的时阵呢，哦，电话拢讲的啊，啊，讲讲的当然拢录音嘛。啊，那么录音，即个电话吼，赶紧的拢用电话较紧，用电话讲讲的，唔免搁点咩吼，字点么搁直直拍。啊，那么收的人当然啊，赶紧收到了呢啊，哦，完毕了后，赶紧录音放出来。录音放出来了后的时阵，尔有时间，当然内部拢会直接拢会直直拍你。当然内部有一寡个迄爱修正，爱修正。所以修正完毕了后，应该爱对过。所以吼，我看迄电影这种的吼，拢会顺安尼错字啦，唔对字吼。安介济，我感觉真奇怪。啊是安怎？有咧校对是安怎？阁有迄个错字，我都想袂响。你较早袂使呢，较早真严格，真正较早真严格。所以我常常咧讲哦，即摆社会就是呢，愈来愈放松，言论愈来愈自由，也会顺安尼啊，对不对？讲啊讲，你甲看。九分啊，几分会当读大学的？较早哪有可能、啊？所以即马大学生什么遐啊，迄种素质拢有够低，真正素质有够低。啊，啊人伊嘛讲好，人伊读书安怎安怎都安怎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要哪讲？啊，你即马若考试考了，啊，考一挂的时阵难度的，哦，我大家都反应啊，啊，什么那考那考到这尼啊的时阵？啊，这个难题安尼就对了。啊，若教安尼好考考的，啊，都对唔对啦？所以嘛，才讲哦，我定定咧讲，就是讲，即卖人哦，要锁送，逐项拢要锁落对啦。啊，你该想啊。后来咱进入主题吼。中国国民党今日表示，民主进步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
对，将来啦，无说明，较早吼买地这个代志，啊，伊哪敢讲？对唔对？我都无讲过啊。那么面对媒体询问相关的这个问题啊，甚至傲慢拒绝回应，啊，你甲看，都甲你讲民进党有手机别人啦，对唔对啦？也无手机家己吗？就是民进党，我常常在讲，所以我真讨厌民进党，因为我观察二三十年的这个民进党，都无做啥物啊啦，都是侮辱啦、攻击啦，拢安尼，啊，造谣啦。你甲看伊民进党的时阵呢，就干那阿扁啊，做政八年嘛，还有贪污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无民进党有做啥物啊？是不是这样？那么应当要向社会大众来交代，而不是说派代表来告这样。稍等一下我来讲，现在大声讲一下大家了解，不然稍等不然就忘记了，我记忆不好。因为他现在民进党的还有什么你敢知道？还有他们这三个什么风海酸骨啦，哈哈哈哈，唔敢的时阵安尼啊，过的时阵安尼啊，伊这个蔡英文的，诶，这个事件啦，比如讲哦，来，甲你个人是三个，啊，这个蔡英文安怎啊？这个几笔土地无影无一只，吼，伊也是安尼妨害名誉安尼啦，唔敢告这啦，唔敢告这，啊，因为哪讲呢？伊若告这。开始就第一司法，就全部爱公开啊，全部爱公开啊。所以你甲看，伊民进党咧告，伊唔敢告这条，绝对唔敢告这条。安怎讲？啊，这事实就是安尼。阿峰都有讲过啊。所以你甲看，这民进党投机啊，投机。伊这民进党的各这三个，包括区议嘛吼，啊，这个蔡政员呐，哦，啊，甲这个。甲一个啥物人我袂记诶吼，过去三个，吼、哦，那么甚至诶孙阿娘，这个啥物啊？再这个啥物啊？哦，彭哥啦，彭哥诶孙阿娘，有这新闻啊，吼、哦，伊这个啥物啊？这个姓，都袂记啊，哦，姓啥物？黄啥物贤啊？迄主持诶，小姐主持诶，吼、哦，迄真正有影。这个区界吼，好大爆料啦！啊，爆料的时阵，安尼啊，讲的时阵，蔡英文下当来倒以后，我稍等下有时间啊，我会阁甲大家做介绍吼。结果的时阵，伊阁蹦出来，来哦，另外来哦，吼，包夜阁有啦，你甲想看卖啊？啊，区界讲好啊，你若来告，有啊，有告，我有讲过啊。因为民进党唔敢告蔡，因这三个吼，啊，这个诽谤蔡英文，唔敢，伊告啥物？告伊孙阿娘妨害选举啦，啊，讲因妨害选举安尼啦，啊，当然啦、啊，你怎么妨害选举？当然，即嘛一个调问啦，就是以这个选举的这个法条来询问啊，来迄款的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所以说呢，过到尾啊，当然因过袂行，啊，即马区界都反倒转个过无过安尼啦。哦，这另外一个节目，咱会阁做介绍。我是惊袂记的啦，吼、哦，阿芳记忆无好。那么面对媒体，当然啦、啊，这个询问的相关的这个问题，吼、哦，蔡英文拢唔回应，真傲慢，哈、哦。那么国民党连日质疑蔡英文，吼、哦，怀疑伊抄地皮的，吼、哦，民进党律师团到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，吼、哦，递增，那么控告国民党籍的这个立法委员蔡正元，哦，王玉敏，啊，甲前立法委员啊，这区议，吼、哦，那么违反着。总统、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了，哦，意图的时阵啊，使人
无当选啊，你甲看，对不对啦？伊唔敢的时阵啊，各有关的时阵啊，伊讲的时阵蔡英文也是抄地皮的，唔敢安尼呢？啊，这个确确实实都是抄地皮的，伊唔敢过些。另外各别行就对了，刚才我在讲迄个苏先生，伊拢无回应我，结果拢骂别行就对了。啊，民进党贯穿拢是这种的。那么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主任委员林义华表示的，那么蔡英文将来无出面说明当年买地。诶，这个代志，当然啦，我拄好讲，伊哪敢讲？啊，都有影啊！迄个事实证明伫遐，阿峰拄好讲过，啊，未走未闪诶。那么面对媒体询问相关问题，甚至也从阿曼古在回应，哦，那么要求问下一个问题，安尼就对了。迄个问题无爱答来，讲啊，看下一个问题就对了。哼哼哼，你甲想？民进党拢是这种的这个态度，真正。那么草地皮的这个疑云未明啊，吼、哦，应该向社会大众啊来交代。你唔是讲派代表来回应，甚至的时阵由代表啊来提告安尼呐，啊。那么至于民进党质疑五项错误，林义华伊伫咧讲啊。民进党根本还搁伫个为蔡英文抄地皮，吼、哦，啊来抹胭脂，吼、哦，算讲什么迷章就对了，盖什么啊？迄个我袂晓讲啊，主读少，讲袂出来。那么全党的阵啊，上下依然是吼、哦，白菜话规堆就对了啦。啊，有影，那这有影，因为阿峰哦，在观察民进党的吼，几乎差不多三十年了，哦，包括你若讲，这个最近的迄、那个，我看三十年应该是有的，因为啊，无一项讲的顺安尼，因为伊无主政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无主政，伊就乱骂一批啊，制造谣言啊，哦，伊讲的顺安尼，民进党若无倒，台湾都袂好，啊。啊！民进党若倒台湾才会好，伊拢安尼讲，这是伊的口号哩。所以民进党就质疑啊，对不对？伊安那讲，因为伊要将到伊的这个蔡英文，吼、哦，这个抄地皮，这个就，假算讲要甲转移安尼就对了。啊，所以就讲哦，你国民党安怎，这五项安怎。当然啦、啊，林义华哩就讲啊，哦。讲的时阵啊，你还佫伫个甲恁党主席啊，这个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吼，伊也是那尔，啊伫个抹胭脂吼。那么全党上下拢讲的时阵啊，白贼话。那么民进党讲蔡英文财产申报无不实，但是国民党提出的这个证据。来自于蔡英文民国85年，那么财产申报的这个资料，被民进党讲资料错误安尼呐？因为安尼，唔就是民进党大声，一来时阵啊，招人蔡英文财产申报错误，不实啊！啊，这句话是安怎讲？你敢知？因为伊这国民党就是按照伊申报迄个。迄、那个档案摕出来啦，啊！即马摕出来，民进党讲啊，恁这国民党甲阮报不实，啊哪不实啦？你想，伊这是政府申报的，敢若我拄仔在讲的啊，买土地，啥人买偌济，拢有登记的啊，对不对？迄边也好笑的。结果伊讲的时阵啊，民进党讲的时阵啊，啊，国民党啊讲蔡英文，哦，啊，这个算讲申报，哦，财产申报不实。因为安尼，伊就承认讲，国民党安尼讲唔对嘛，是不是？因为若甲安尼是，我拄好讲过啊，
国民党就是按照政府所登记的，伊所申报的登记的查出来啊，迄绝对袂唔对的嘛。你甲看，啊，民进党就硬拗，硬拗啦。啊，所以你注意甲看，逐条新闻，伊拢是拗。那么地方的这个部分，伊伫咧讲啊，事实只有一个。民进党讲的像蔡英文，持有过西湖段、四小段380地号，经土地重划以及着合并等过程，现在地号记录是西湖段、四小段。365地号，那么民进党借口地号无同款安尼啦，你来看，就是为制造资讯错误的这个假象安尼啦。当然啦，伊这个地号会变更袂会变更，因为安怎讲会变更，因为譬如我简单比一个例啦。阿宏嘛毋是专业者啦，但是往过常识，咱就听好知影。所以我定来咧讲讲，咱遮现部台湾的这个社会，都是有一帮人小小夸夸一个常识，都毋知影，或者是讲硬拗。因为地号会变，安怎会变？因为譬如讲，我敢买四笔，对毋对啦？但是的时阵呢，我买来。我这四笔，我要搁分割，对不对？也是不爱分割，我要共创另外分割两个地号，会使袂？会啊，会啊，哪会袂使？啊，所以当然啦，安尼生地号是毋是无共款去啊？好对不对啦？啊，所以这是简单的一个常识啊。是不是安尼？敢若我拄仔咧讲的啊，我两笔的时阵啊，分割做8笔会使无？会啊，太袂使。分割了后，当然地就无共啊。有的之一，有的之二，有的之三，对不对？啊，迄地号哪有共款？所以这是小小看我一个常识安尼嘛，对不对啦？所以是安那阿宏报新闻、分析新闻、搁批判新闻。就是其中有一挂的孙安尼啊，迄乱讲的啦，啊七啊到八啦，啊前啊讲的甲后啊拢袂符合的啦，是毋是安尼？那么有关土地面积，林义华表示啦，271坪、271坪，而这个数字就是来自于蔡英文85年在迄个。财产申报的这个资料，那么既然民进党讲蔡英文财产申报无不实，那么就无就伊背书国民党提出的这个271坪的这个数字，那有安怎在抢土地面积灌水呢？好、哦、对不对啦？敢那讲的？啊你！你的孙安尼两笔分割做8笔，对不对？安尼来讲啊，伊内面面积甲算算嘛是同款安尼啊，是不是？也袂加也袂减啊，好对不对啦？那么伊伫咧讲啦，林义华伫咧讲啦，民进党哦，何处心切啊？为这个蔡英文辩护，讲土地持有9年，毋是会做哪呐？炒作啦，啊，毋是炒作啦。但是中华区炒地行为，当然毋是短期的这个时间。啊，买进卖出啊！当然有咧用地嘛，是毋是安尼？拢是安尼啊！
介绍较加买入来，啊，时间一个迄阵安尼会膨胀啊，膨胀再来买啊，是毋是安尼？当然的咯、哦。伊民进党讲九年无算讲咧抄地皮就对了。嗯，当然介绍30块买的，我50块卖出去啊。安怎九年来看会使啊？我赚20块，我就卖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人国民党的孙安尼朱立伦。因某买土地也无卖出去啊，嘛共恶，吼、哦、对毋对啦？嘛共恶哩，啊，共好恶的时阵呐，嘛是抄地皮啊，啊，结果查出来哪有影？啊，无卖啊，从古早的时阵呐，买较大也无咧卖啊，吼、哦，当然啦、啊，即摆若卖，因为是卖少啊，赚卖少啊，但是无卖啊。啊！你民进党就要共拗啊！你对不对？就要共侮辱啊！是毋是安尼？民进党就是安尼先。那么这个地就是要囥个，才会因为中位达到增值的这个效益，对不对？就是安尼啊。当时就是迄阵啊，还未中位，赶紧买起来。安怎讲？消息知影，这无偌久就要中位啊。所以有的人专门咧趁这个钱，有的专门咧趁这个钱。那么证明蔡英文正是抄地皮。诶，这个高手啊！民进党还搁伫个讲土地长期持有，唔是炒土地啦。啊，你若无卖，伊就无话讲；你若卖，就是买俗卖贵，就是炒地皮。是安怎讲？足侪人生理就是安尼咧做啊，但是即卖无共，安怎无共？就选股啊！对不对啦？啊，无恁民进党是安怎讲的孙安尼啊？哈，这个孙安尼啊，这个贤，哎，当什么？王如贤啊，对不对啦？差那个军体啊，对不对？无你哪会去弄这个？所以孙阿娘，是毋是讲的孙阿娘咧欺骗着这个民众？林宜华表示啦，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知影蔡英文是买地，给这个地姓的这个地主，哦，卖啦，卖地给地姓的这个地主。那么对阿伟。讲蔡英文交易对象是这个万宏集团，只是质疑，这拄啊好，最后是卖乎这个万宏集团的啦。那么戴姓这个地主是不是讲为白手套利益？民进党应该请这个蔡英文吼、哦、老实回答。这个质疑安尼啦，唔是吼，赶紧要胡乱划着交易对象，是不实的这个指控安尼啦。意思我民进党新闻稿内面，民进党发言人王炳生以4-5单4小单380地号，是十地，啊甲建地价格无同款安尼啦，吼。那么你花的标识啊啦，
土地价值毋是看土地登记成本顶头的即个地目，而是根据土地使用分区证明，吼顶头伊的即个类别了。而且的山地号合并条件是同款，伊的即个使用分区的即个类别，才会当合并安尼啦。那么西湖段、四小段380地号。会当并入类别是建地，而这个西湖段、四小段365地号，就代表同款嘛是建地了。那么伊伫个讲，唔知影这个王炳生，民进党的这个发言人王炳生是真正捌，还是唔捌，还是假捌安尼就对了，吼，还是假唔捌啦。搬出一堆的阵安尼专有的这个名词，啊，想要掩盖事实安尼呢？哦，那么整个的这个代志，重点伫个蔡英文这笔交易，绝唔是只有民进党讲的，是土地公告现值1.4倍，获得薄利，到底有偌济安尼呢？需要爱请当事人蔡英文啊来讲清楚。啊，其实人拢知影，问题是要何讲？何讲？看安怎？看有老实无老实？因若无老实，人人个都个崩啊！啊，就是安尼死啊！伊讲爱讲明白啦，可能哦，明明好好的时阵同理，吼、哦，那么过当年的时阵，人人财产申报却只干啊增加新台币啊4423万块。蔡明到底是不是讲涉嫌着申报不实？那么阮算讲阮妈吼财产吼，这个问题需要爱蔡英文本身面对啦。哦，这是有关啊，这个国民党的吼，伊讲蔡英文傲慢固执的时阵，回应到这个差地皮，阿凤有讲过，伊要哪回应？对不对啦？所以你做你甲看，民进党若有做诶，做歹代志诶，拢暗砍，啊，拢讲别项去。吼、哦，甲我拄仔咧讲讲迄个苏先生同款迄个意思，同款迄个意思。所以民进党吼，互我唾弃就是安尼。哈、啊，啊，搁硬拗，嗯，搁硬拗，好，到这结束，期待下回讲这个网络，讲这个时间。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啊！来听一首歌。来，夜来香，听看卖啊，国语的吼。再见，拜拜。让风吹来清凉，那夜莺啼声齐唱，月下的花儿多如梦，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。我爱这夜色茫茫，也爱这夜莺歌唱，更爱那花一般的梦，拥抱着夜来香，我恨这夜来香。夜来香，我为你歌唱。夜来香，我为你思量。啊
风吹来清凉，那夜莺啼声齐唱，月下的花儿多如梦，只有那夜来香，不如这芬芳。我爱这夜色茫茫，也爱这夜莺歌唱，更爱那花一般的梦，拥抱着夜来香，吻着夜来香，夜来香，我为你歌唱，夜来香。